简单来讲就是呢，等一下你们有看到我们会分两队嘛，然后不是上面会有四个牌子，然后四个牌都会是一些单字，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要想办法就是猜动对面的密码顺序，然后对方也是一样。游戏流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可能会先决定，比如说我们白方先开始，我们就要抽一张这个白色的卡，四三一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四三一，那你就要分别先从第一位，就是你要去想办法形容可能四号的东西是什么，你可以用各种形容词。那白队的话呢，自己其他的队员就是要把提示写在白色的纸，然后红队这边就是写在黑色的纸，黑色的纸就是写对方的讲的情报，这样之后我们就要去猜测说他第一个形容的东西，他们那边的牌卡里面是一二三四的哪一个东西。都猜完之后呢，三二一之后呢，刚刚负责形容的人要公布说密码顺序是多少。白队自己的人猜对白队的话，就是仪式发生。黑队的如果有猜对白队的话呢，就拿白色的 token， 白色的 token 的，这样就代表你得一分，因为你拦截到对方的密码顺序。你乱完之后呢，就换另一边，那一样依此类推去进行，这样子。猜自己同队的人猜错，那你就要拿一个黑色 token。你当你自己队员有两个黑色 token 的话呢，你那队就输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拿到谁先拿到两个白色的 token， 那队就赢了。好，你们现在应该看得到你们自己彼此队员的一二三四是什么东西了吧？有，我的天哪 ！OK， 好的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非常多种类东西。第二个是好痛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，完蛋了。哎，不对，好痛哦！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啊！第三个咯，天上的行星不说话，为什么啦？什么啊？这个嘛，那个什么鲁冰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讲完了。那我这边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我这边就随便猜哦，你们随便猜。通常猜别人都会先随便猜啦，随便猜。我的密码，我的密码是四二一，耶！哦耶！没事没事，吓死我了。第一个圆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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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好，圆形，圆形。第二个是。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哦，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哦，买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，这个形容感觉蛮贴切。第三个喽，第三个喽，形容我的形容词，形容我的形容词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发挥啦，真的。好啦，我就随便猜啦，我们就随便猜吧。第一轮这边猜多少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没，你看我们先，我们猜喽，三四二。好，我猜三四一。答案是三四一。哇，好强哦！好强哦！都懵的，好猛。所以我要想办法把它形容不一样的东西形容出来。知道想办法，就是我们懂，但他们可能不懂之类的。要有一点隐晦片在里面，对，就是，可是也不能谐音，也不能用电脑上面的任何一个字，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要第一个喽，好，第一个是，哦，对，一个是哦，哦，就是太吵了吧？啊，我都是你。你们就知道形容词，我不用形容样子也会笑死。第三个是有可能凉凉的，有可能热热的。哦，可以解码猜你们二三四，然后我们自己是猜三四二，那小雨是多少呢？答案是三四二。呀，对不对？啥的？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好猛哦！那换喵哈，喵哈，喵哈，试试看。左边这边有一个黑色卡牌，左边这个有一个按钮，点一下。
按，然后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按，然后我按，左边左左边左边，旁边旁边这个按钮，按钮这个按钮，好好，然后你不要分开，它应该荧幕就会有有有，我看到了，对，左下角就会有。好，所以我要开始叙述我第一个，我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应该是我在这里。你变歌词了，我在这里哈，可以了。我觉得是这个，我是我怎么是这个？暂时应该是这个，我觉得啦。哦，这个还是七十二啊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等下再听，我们先听下去。然后第二个哦，嗯，我好饿哦。啊！这个吧，他已经学到小雨精髓了。你说第三个？第三个哦，嗯，这小孩子吧？这小孩子？应该是吧？我觉得都蛮合理的。这个啊，可以同意，这样。因为这个还没有过啦，哎，可是这有可能是一样。你看一下他刚刚的这个，有没有？哦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这个哎。我只看到一堆小手手在那边指来指去。嗯。不知道哎。反正这个应该是这个没错了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三。嗯。先试看看嘛。好，就先这样试吧。来，那我们的是一三二，我们猜二三一，答案是二三一。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哇，为什么？啊，我刚刚其实摆对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哦，没关系。知道了。好 ，OK。好，好扯哦。换你们，你们是谁？那就是凡音乐哦，音乐。第一个。它很远。第二个，这个让我思考看看。很难耶，很难嘞，真的很难。不要把思考看看打进去了。思考看看，思考看看，是超多。思考看看，你有梦想啊？你有梦想？黏黏的，黏黏的。嗯，黏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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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爱哦，不急哦。第三个，很多人。一个人输好了，好，你这样。我想想哦，这个我觉得，我觉得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，有道理。这个我觉得这个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哎，这该不会是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是不是那个？那个好像是那个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跟下面那个篮子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对。那这个，哎，这个要怎么打？或者是那个，你直接按？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出来了呢。这如果答案是这个，你打，你可以打直接，你直接打，你打在最下面啊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改。嗯，我怎么选不到字啊？选不到字啊，不然同一不同字也没关系啦。对啊，我也是，哦、我觉得是这个，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我觉得看等一下是，我觉得如果答案是那个话，应该就是这个了，那应该就差不多。对，好，我猜了，好来，一二四，哦，你们猜的答案是，我们也是猜一二四，我们也是一二四，答案是一二四。来了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。好，那现在是换你们。哇，你们得一分了。哇，阿季，好，阿季，那我们来帮你记。啊，好，不是这个吧？恨，不要打恨啦。是原来是恨吗？第二，温暖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第二个有点跳哦。好来，我有跳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哦，有点跳痛哦。来哦，第二个题目提示是冰淇淋。冰淇淋。冰淇淋。
冰淇淋，应该是这个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第三个，哦，第三个，太阳。好故事哦！我真的觉得好像不对哦，这个才是这个吧？对啊，这个才是这个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觉得？我觉得应该是，我猜是这一个，因为跟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什么啊？我其实不懂。好，我就不是因为你可以打字，你打字解释。还是这个是？这个不会是？那不是我打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好好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可能是这个吧。不要被发现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而且我看到字，应该是什么？试试看吧。好，对面猜多少？好，我们猜243。我们猜213。答案是213。哦，你那个真的有难，你的。啊，三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好可惜哦！哦，真的，好换我，我刚已经想好了啊，可是感觉你们都知道，我要想怎么办？第一个受伤用的。好，知道了。最近放屁了，最近放屁了啦。他们什么？第二个喇叭，喇叭，孩子。我觉得对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卡通，哇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嘛呀！啊，不行了，刚刚说一个什么？刚刚说一个什么？卡通，对，卡通。我猜243，我们241，我们猜243，241。哦，那个可是那个是那个救回来了，你救回来了。对，我觉得是什么？你们的一号也太扑朔迷离了。什么东西呀？太跳脱，尤其是第一个形容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什么鬼？我讲的很贴切，我好吗？什么鬼？第一个是香港，香港，哦，嗯，来第二个，五月天。你有点坏，等一下，居然吗？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台湾，第三个，香港，为什么？这个应该是这个啦，这个，对，为什么？可是这个有一点，因为那个。哦，反正没有他知道嘛，是吗？又是没有了，可以吧，应该还可以吧？那就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而且还有做到混淆哦，有，这个很棒，会，这真的是很对耶，快低了，我们是423，来，我们猜412，啊，答案是412，哇塞，啊，是这个，有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个。你想一下，他说这个是他的形容词，应该就不是这个了吧？哦，也是啦，那应该是第二个那个啦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可是那个四号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我这个有点明显。耳朵，你在说我就只有五月天吗？对啊，我好像五月天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好好讲话什么，就是我五月天，好好讲。第一个是莱姆。史莱姆，哇哦，屌了！对，好，第二个喽，飞啊飞啊，小飞侠，来第三个喽，空吧空空，哦，对，哦，那这应该就是这个啦，空吧空空，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这我们就只有这个不清楚而已，这个真的太少了。好了，我们猜了，嗯，312，我们猜什么呢？213，答案是213。哎呦，这两个啊
哈哈你好猛哦、喔！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他们要猜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以为他可能就没救了。快换波波，换波。第一个到现在还很红。五月天嘛，五月天嘛，五月天嘛，五月天，五月天，五月天，对，五月天。第二个，他的步骤很麻烦，很步骤，他的步骤很麻烦。嗯哼，好，我又是这个。第三个，十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十岁以下。嗯嗯，好，可以，就这样了。我觉得快爆开了、欸，不要不会，快爆了，爆了啦，没事没事、嗯，你相信我。我觉得我们猜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猜这样。好，对，我觉得就只能是这样子了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。哦，可是那个啊、欸，他们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笑不出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因为我是会哦，我懂波波了，我懂波波了。完蛋，我不懂波波。波波，他借我们的心电感应。他借我们的心电感应，你在想会不会？没关系啊，就先猜这样吧。没关系啊，对啊。我觉得直觉感觉像。哦。直觉。好哦，痛苦的笑容啊，就这个了、哦。好，你们先猜，你们先猜。我们猜的是四三一。好，我们猜四二一。嗯，答案是四二一。哦哦，波波厉害，波波很厉害，我的天哪，波波厉害。哇，恭喜哦。我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这个真的蛮厉害的。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么复杂啦，你怎么会想到的、啊？其实没那么复杂哦。没有，我其实想说是这个还是对，我跟杰克学校的一样名。结果，结果是你想的是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想想，我打字，我打字哦。好，这个给你打。他气五分钟，气吐，气吐，气吐。哦，好，我想到。嗯。好，第一个。嗯。第一个是主机版，第二个是街头艺人，然后第三个是小眼睛。直接小眼睛，我们猜三四一，我们猜三四一，好，答案是三四一，讲喽，好，那那个对啊，你们两个都坑了，有了红队就赢啦，他一龙不败，白痴哦，波波，哎，先你刚是什么？对啊，那你们先猜一下，你们先猜我们的，先猜我们的。你猜我们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不是什么小孩之类的东西？没有，我们不能讲出里面的字啊。什么名字啊？我们不能讲字啊。对，我哎、欸、对耶，小哎、欸、对耶，有孩。它是一个形容词。对，它是一个形容词。形容词不好猜啊，这形容词。对，我们很少使用它。也不是啊。我们真的很少使用它。波波说它有，但。但完全相反，我不太懂这样子。我怎么叫做完全相反？来来来，龌龊两个字，相反是什么？纯洁。纯洁、哦。你还差一个字耶，好猛哦！纯真。屁啦，我不纯真，是真的疯了。哎，第一题也太歪了吧！太歪了，真的啦。第二个原本是猜家啦，但是后来又想到，就是又有猜到会不会是建筑物这样？建筑物，它是家没错，它是家没错，是家，就是家啊。为什么步骤很麻烦？他自己先讲你的想法，我刚才先讲他自己的想法。我刚才说，嗯，要成家应该很麻烦嘛，至少你要有个爸爸。哇塞，哦，原来是成家，太真了。爸爸说，爸爸你说。然后我的想法是说步骤很麻烦，因为盖家要有钢筋水泥，要请工人，然后要盖很久，要打地基啊什么的。打地基，天哪！没事，歪的方向答案有对就好了。没有猜到，宝宝。
我以为你会想那种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结果不是，所以我就说我的形容词是对的吧？没有，不对，一样不对。对，没有，会让别人想到另一个东西去就不对了。对，什么？好，那你们第三个，第三个我们是猜，最后是有三个啦。太阳，应该是煎蛋或煎蛋月饼吗？我猜应该煎蛋。荷包蛋，第四个就真的难，然后第四个不知道，真的难，某个港星之类的，对，港星，对港星，港星，猜一下，猜一下嘛，港星猜一下，港星那几个啦？可他们只有两个，不是，周星驰，不是，他是歌手，刘德华，不是，快了，有了，还有要猜艺人哦，太难了。那换你们猜啦，换你们猜。先放第一个，第一个应该不是什么卡通人物吧？来猜。对，猜对。其实不是。对，他是个名字，是个名字。鲁冰花哦。鲁冰花。可是没那么简单啊，一定没那么简单。他很远。小眼睛卡通，他很远。飞天小女警在哪里啊？没有那么这题很难啦，这题蛮难的，这题超难的。月亮。不是，再给些提示好不好？但是其实你往月亮那个方向想，我觉得对对对，太空船是对的，三个字，太空梭，嫦娥两个字，它是不能搭乘的，它对不能搭乘，它是人造物啦，它只能看的，对，流星，哎，有点近了，那个快近了，流星雨，不是方向对了，但不是太多了，其实某方面流星也是对的。第一个就是那个啦，天马座啦，其中的星座。哇，流星耶！天马座流星拳啊，好猛哦！流星拳，这是卡通啊。啊，小眼睛是那个，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是。白天都是星。哦，原来是这个，我以为你说你只有马有眼睛。只有马有眼睛。天马座的眼睛好小哦！小雨是不是在开车？我哪有？这首歌本来就这样。这首歌哪一首？哪一首？鲁冰花的歌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我还真不知道。啊，那第二个嘞？你们应该猜到吧？第二个应该猜到。贴布吧？贴布之类的。哦，对对，就类似，其实就是类似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它其实是药膏，其实你们都猜到。药膏。第三个嘞？第三个太少了，只有我们只有 O 跟空八空空，空八空空，对 O 跟空八空，还有主机版呢，还有主机版，哦，主机版，主机版会想到什么？主机版会想到拿去跪吗？嗯，然后呢？痛，对对，在古今天，它就是痛苦，痛风吗？那为什么是空八空空？啊，因为你空心你解空心贴卡就打空空空啊！对对哦，好吧，我真的不懂台语。第四个嘞，乐器多种，太吵很多。夜市，还有街头艺人。夜市吗？不算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方向可以。类似西门町。对，西门町是什么？西门町很对。地下街。对。广场。西门町会被统称成什么？观光景点。一个城市中的什么？哎，这样讲。首都。首都。Hello。啊，是那个闹区。对，闹区。哦。对，他记得首都在西门町。啊，对啊，他记得首都在西门町。一跟四明明一就很明显，我没有，一就一直看到那个不对了，第一个就不对了，那我是猜屁孩之类的吗？看猜屁孩，对啊，五月天有类似的歌吧？所以我那一题不会说小孩子，我说这个是小孩吧？小屁孩，小屁孩，好烦哦。我叫屁孩啊，牛逼哦！不是啊，耶，病倒，病倒了，他桌子是瓦解掉，对啊，瓦解，不是瓦解，他是瓦解。